在这儿到他那边一到洛府收拾两下东西咱们就基本就卡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自己心里会有点不确定这件事，就这样慢慢滑下来就行了，就慢慢滑下来就行了，也不用在前头等着，哎，就是就可以，嗯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就像一种提示，对，好像在疑问，小姐，嗯，对对对。我认为最美的表演是能够让你身临其境。